の中励ましてくれる人よ。我是听雨，我想要亲嘴跟你说我想要对你说的话，致我最爱的阿公。对阿公的思念没办法用简单的言语说完，阿公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充满善心、勤劳、海派却很严肃的人。阿公也很温暖，天气变冷的时候你都会关心我有没有穿得暖。阿公很爱泡茶，都会在家里泡好很多的茶，阿公的茶都有阿公的味道，特别香。和阿公生活在一起，每天都很幸福。还记得小的时候在幼儿园上课，都是阿公来接我回家，每次都非常准时。看到我们都会说：“来啊，我来假奔。”阿公喜欢团圆热闹的感觉，所以吃饭都要到齐了才会开动。未来吃饭，餐桌中间的位置没有阿公了，但不要担心，我们还是会记得阿公的教导，好好吃饭。阿公，以后我也会像你一样，每天努力生活，充实的过日子，让家里的人依靠。阿公，今晚要送你离开啊，你别烦恼，我拢会陪你，也别烦恼我，我拢会好好照顾家己。多谢恁对阮的爱，
来先如果可以，我还是想当你的孙女。然后我问讲，我伫家，我问来，互你靠，互你依，你会永远活伫咧咱的心内。我爱你阿公。谁？你说谁？你是说谁？你很棒，阿公，阿公，我爱你。嗯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